陛下对我有什么要求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朕赏赐你的夫君，你同意吗？我不同意。怎么说？你是不听朕的了？陛下说的对的，我听。陛下要是有错误的决定，我是不会听的。<笑>你们看看啊，这还真像易家人说的话啊！<笑>那你说朕哪儿错了？ 我们夫妻情感美满，陛下为什么非要在其中插上这一笔呢？这你说的就不对了。朕赐给魏征一个美人，她还可以帮你做家务，这难道不好吗？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嗯？ 朕告诉你，朕赏赐你的夫君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的。朕想你也知道，抗旨是什么下场。朕虽然没有宣旨，但这是朕的意思。既然是你阻拦你的夫君，朕就不去追究他的责任了。来人，赐毒酒一杯。 陛下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饶他这一次吧。那就要看他的表现了。你还是反对吗？不同意。这可是你的选择。哎呀，如果不同意，那只有死路一条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我愿意接受您的赏赐，不要管他了。魏征。 你不是说过吗？啊，就是把美人请回了家，他也会自尽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毒酒伺候。别。 哎呀！哎，你不放开！你放开！啊！哎呀，你不！哎，你这……这毒酒啊！啊！这……怎么样？ 这毒酒的滋味如何呀？和醋一个味儿。你呀。 以后要是魏征有别的女人，你就去吃醋啊！嗯，好。 这些都是饱学之士啊！天下英雄，尽如我营啊！我看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些人数，考虑学校的教育和这个考试配合起来。好，鸿门馆的人也参加这个考试吗？是。程进呢，几天以后就出来。啊，关于任官的事情上，我们商量。 就不受吏部全选的时间限制，尽快的任官。好，考多长时间？一直要考到晚上。嗯，好，晚上再过来看看。嗯嗯，有个叫马周的文章不错，只是。
是什么？只是虽然他当过周经学博士，但不是什么郡王。 陛下让我监管这个事情，是陛下知道我的想法。年轻人多读些书比较好，要多历练，不像大家族出身的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懂得忠义孝道。那个马周啊，让他多考几次没关系。是。四品以上在京官员，都要对局势写出奏表。 陛下，我们武将也要写吗？当然。吟侍同仁，大家都要写。来人，来人！在，去把马周叫来。他睡了，叫他起来。陛下，笑什么？ 你是玄武门的功臣，我没有想到你的文采也不错呀。陛下，千万别夸我的文采。要夸，而且你文章的意思也不错嘛。陛下，千万别夸我的文章意思。为什么不夸？我就是要夸。 我夸你，是因为我能看出你的好处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当这个伯乐呀？啊？因为我根本不识字。不识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就是说。 让别人记录下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不夸你的文采了，我夸你的文章的意思不错，这可以吧？这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，不是你的意思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得交卷啊，要不然。 功臣归功臣，也只能回家种地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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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个叫马周的，因为我不能识文断字，正好用得上他，就把他留在府里了。马周。看这文章，这个人我得用。陛下，这不是又增援了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增。我增的是
能帮助我成就贞观盛世的人，你明白吗？依你之见，你说长安的管理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？首先解决交通秩序啊，相向而行，一律从右，这样就不会发生冲撞，也能减少拥挤，提高速度。另外，官员行驶也按照右侧方法的话，就不会发生冲突了。过去啊，常有争路的，这样也会减少。朕也常常出行，怎么没有发现这些问题？陛下出行有制度规定，路人回避、未时开道，自然见不到这样的景象啊。是这样。建立制度，强调下情上达，用意就在于此啊。陛下，我还有个想法，现在。陛下。哦，朕叫你来有个人事安排。昨天朕与马周谈了一个晚上，让朕知道了热刺不皮的滋味。马周这个人没什么出身，但是还是要安排一下。啊，陛下如果想让马周经常顾问的话，可以先把他安排在门下上，但是正式的职位现在没有空缺。行，先安排一个临时差事吧。那就叫门下当值吧，让他随时听候陛下的召见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长河发现人才有功，也要赏赐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大家注意了，现在颁布了新的法规，以后一律从右侧走。哎，各位，从右侧走，从右侧走，以后啊都要从右侧走啊，靠右侧走。来，都过来看看啊，这就是颁布的新的法规，靠右侧走啊，一定要从右侧走。上旨，大唐皇帝令，命中书令房玄龄为左仆射，兵部尚书杜如晦为右仆射，尚书右丞魏征暂时代理秘书监。贞观三年8月初4日，臣领旨。来来来来，皇帝万岁。前两天有一个犯人叫刘公，因为他脖子上的纹路长得像一个圣字，他自己也说可以称霸天下哦，所以呢被送进了大狱。我想一个圣字又能如何呀？啊！所以，我下令把他给放了。你们是朝廷中权位最高的人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物色人才，依照他们的才能，给他们权力，让他们尽责，而不是你们亲自忙来忙去。尚书省的日常事务由尚书左右丞来处理，处理不了的再报给你们左右仆射来处理。我的诏书和手敕如果有不妥，门下省
提出来。如果只是顺从，谁来都行，还要你们干什么？啊？是，陛下说得很对。凡是朝廷大事，先由五个中书舍人写出议论，互相签名，所谓五花判事，然后报给中书侍郎、中书令修正，最后送到门下省，由几师中黄门侍郎审查、反对或修正，报给我。这是历代传下的老规矩了。我们贞观新政要恪守，防止错和误。是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们一路继承北朝一直到隋，文职、武职，都和隋朝甚至更早一样的称呼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就恐怕大唐好也像前朝，坏也像前朝，特别是隋。隋在我们眼前灭亡，大唐要想保住江山，一定要仔细的读读前朝啊。两年前呢，我就要修撰前朝的史书，那个时候啊，乱世如麻，我顾不上，现在可以提这个事情了。魏征，你来总领这个事情。还是由陛下来领总撰定吧。不行不行，我呀，我只写王羲之传。儿皇拜见父亲。儿臣拜见父皇。父亲，我们来看您了。父亲，您身体还好吧？父亲，您需要什么？有人陪我闲聊吗？裴寂一直是陪我聊的。父亲，程潜和青鸟来看您了。快叫爷爷。爷爷。爷爷。啊，太子，我们家有三个太子。父亲，长孙也来看您了。父皇，我们喝点酒吧。那我去拿吧。听我。哦。父亲最近喝什么酒？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如今天下是你一个人的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找点杜康酒来解忧啊？父亲何必忧愁呢？你应该知道，我们父子到了如此地步，应该是无话不谈了。有些事情忘掉的好，有些事情记住的好。父亲，我们何必无话不谈，困扰自己呢？也对，
你要不要听琵琶？好，如果父亲有兴致，我愿意听。好，程杰，给爷爷拿琵琶来。就是你最听话了。怎么，只有一根弦？前些日子还有两根呢，现在只剩一根。朝廷使节来见，符节何晏无误。使节没有来过凉州吧？哦，没有。凉州可不比京师啊，也不比关中，草原十八部就在眼前，随时会有骚扰，地方保护不及，会有麻烦的。现在没有，不必担心。啊，我们做使节的，整天东奔西走。本来我是走东路的，西路没有来过，但现在西路人手不够，所以就派我走西路了。大概，朝廷要在西部有所动作吧？啊，是啊，现在朝廷和西部各州联系频繁。好，我们回都督府吧。好厉害呀，都督。这鹰是你的？这是我天上的眼。哦，你怎么知道他能看到什么？凡有十人以上持马者，兔鼠必先知道，四处逃窜。鹰看到他们，我也就看到来人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这可是好鹰啊。这样的鹰，都督府养了十数只。十数只？很大的一笔开销啊。陛下喜欢鹰。哎，都督，为什么不献几只鹰给陛下啊？我听说陛下不怎么打猎了，打猎扰民呢。打不打猎的鹰总是还喜欢吧。都督献几只好鹰给陛下，以后在朝廷可就不一样了。嗯，贞观之初，我问你们，什么是新朝的头等大事？你跟我说，草原十八部是头等大事。臣至今仍认为是这样。当时我心里是同意的，不过这两年忙于朝臣的调换，不过现在大势已定，草原十八部问题可以议论了。你们说
如果打草原十八部，首要问题是什么？兵源。朝廷的兵力加起来一共是17万人。17万人不是不能打，而是不能多处发动，发动之后不能持久。陛下，去凉州的使者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凉州使者觐见。陛下，臣带回凉州都督的密信。嗯。都督没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没有，只是让臣带回密信给陛下。嗯，你喜欢猎鹰吗？哦，凉州都督府养有10数只猎鹰，我看都是好鹰，陛下不是很喜欢鹰吗？嗯，原来你是投我所好啊。带他到大理寺暂时看管。啊，陛下，臣做错什么了？让吏部的官员做判断吧，带下去。是。这个李大亮眼里不揉沙子。嗯，他说这个使者向他要猎鹰。他说：“如果是我要，那就是我的不对，因为我多年不打猎了。如果是使者要，那就是我用人不当。”陛下用李大亮为凉州都督，应该是用对人了。我还记得武德年间，因为他有功，这太上皇赐给他100奴婢，可是他说这些奴婢啊本来都是好人家的子女，因为种种不幸成为奴婢，结果他就把这100奴婢全部遣散回家。这个胡平你们看怎么样？好东西，应该是进贡之物吧。把他送给李大亮怎么样？嗯，不好，陛下，我觉得他还会把他卖了。您看，当年我们从晋阳起兵入关，李大亮从洛阳投奔我们，正好赶上饥荒，李大亮就把他自己的战马给卖了，把钱分给了老百姓。哎，不过当年李大亮那边就是个丰收。好好好好，卖不卖随他了。嗯，你在代州临近草原十八部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我认为时机到了。嗯，怎么讲？陛下，我的理由有6。1，左仆射右仆射尚书右丞参与朝政来了吗？都在等候。选他们进来。是。时机到了。来来来来，代州都督打草原十八部有建议，听听他的。诸位，
刚才陛下问我草原十八部的事，我认为平定草原十八部当此时。我的理由有六：一，竭力可汗这些年来做事情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，已经很久了，应该说他的头脑已经极不清楚。二，草原十八部的属地像铜锣、普谷、回鹘，还有延陀，都要脱离十八部族。三，竭力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有离间之隙。四，草原这些年来的雪灾使牲畜损失大半，应该说他们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。五，竭力可汗疏远自己人，亲近其他部族的人。六，草原十八部掳去的中原人连年来逃到山里的应该有十几万人，只要我们的战事一发动，这十几万人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内应。你们怎么看？陛下，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只要体格健壮，我看可以争议了。竭泽而渔，非不得已，明年无雨。陛下该不会做这种杀鸡取卵的事吧？杀鸡取卵？为何杀鸡取卵呢？成丁年龄才21岁，次男当在18岁，老大老二都被征了，这地里活谁干呢？这一家子怎么应付国家的租赋杂徭啊？陛下，鸿胪卿求见。等等等等，陛下，大唐现在可不缺地呀，可熟地无人耕种，变成了荒地。如果朝廷能多授新府兵田地，我看人还是愿意当兵的。天下注定，只要多与农夫田亩租，自然就多，租多国家就富，这才是当务之急呀。战争来了，募兵不迟。我们现在说的是府兵，府兵是有训练的，打草原十八部新招的兵能打吗？肯定战败。从晋阳起兵，就是按军功赏赐。那么一般人的出路呢，就是立军功。从军立功是出路。受田多富裕了之后，又想立功，立了军功呢，受田就更多了。行，左仆射，你重新拟一个军功条例吧。是。让鸿胪卿进来。是。啊，陛下，那我们先回尚书省了。回去吧。是。陛下，鸿胪卿，你又要出使草原十八部了，辛苦了。臣已经准备好了。草原十八部我们已经打过多次交道了，每次都是硬碰硬，打仗一向都是他们的强项，我们每次都是用我们的弱项对付他们的强项。当然了，不是每次都败，但也是伤筋动骨。这次我们要换一个思路。陛下的意思是？你啊，这次带一个人走，让他在草原十八部留下。这次是要用奸细吗？不，我们不需要他的汇报，只需要草原十八部的人重用他。臣明白了，陛下放心，臣会做到的。
初始每次都是这样舍不得吗？回首长安是为了回到长安。是啊，汉代的张骞、苏武，都是初始十多年才回到京师的。也有不回来的，汉朝的李陵投降了匈奴，就至此未归。李陵当然有李陵的道理。 当时的汉武帝对陈属总要猜忌，而且还杀了李陵的全家，知道吗？匈奴也未尝不是大族，就好像现在的草原十八部。你知道，比起草原十八部，咱们大唐不过是他东南的一块小地方，农耕而已。倒也是啊，农耕而已。 中原视草原十八部为北虏，焉知北虏不是南夷呢？鸿胪卿真是眼界开阔呀！历朝历代，我们大唐也不例外。哪个真正降服了北方，汉武帝说是降服了，可国力也空了。我们从太上皇起，就无力阻挡草原十八部，只好称臣纳贡。真是这样。不过鸿胪卿这么说，陛下恐怕要问罪了吧？ 鸿胪寺要是不清楚这一点，出使草原十八部不就太难了吗？知己知彼，才能转还不误大事。误了大事，不是问罪，而是问斩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宁为侯门狗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鸿胪卿啊，鸿胪卿，朝廷上下，也就你看得清，说得出啊，啊。 不像话！把尚书右丞给我找来。是。陛下，四次拒绝千回我的手敕，太过分了吧？ 不满十八岁而体格健壮，等同成丁。我17岁进阳起兵，仗不是打得挺好吗？奸民用不满十八岁逃避兵役，朝廷提前征召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坏处？你太固执了。军旅作战，胜败决定于统帅指挥策略。 而不是决定于两军数量的庞大。陛下征集法令上规定的成丁，只要加强训练，足可以天下无敌。干什么还要增招一些没成年的孩子？只不过是为了军队数量看起来更多。而且陛下常常说，我要用诚信治理天下，希望臣属和百姓都没有欺诈。而今。 陛下登基不久，对百姓失信就已多次了。陛下，哪些事情失信了？陛下刚登基的时候，曾经下诏说，凡基欠朝廷的财物，一律不必偿还。有的府衙就认为，基欠秦王府的债务不是基欠朝廷的财物，就继续追查。陛下由秦王高升为天子。 秦王府库房里的东西，不是朝廷的财物，那又是什么呢？陛下又说，关中百姓可免田赋捐税两年，关外可免劳役一年。不久，又有手令，说凡已经交纳税赋或已经服过劳役的，则明年开始。哎。 把已经退还的东西又重新征收，这百姓感觉就很奇怪了。如今是又要征收赋税，又要征召当兵，那怎么能够还说明年开始呢？再者，辅佐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是全国的州县，平时呢，把兵役行政完全交给他们，等到检查役难体格的时候。 又怀疑他们心怀奸诈，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谓的诚信治国吗？
从前，我认为你个性固执，不懂得朝政。而今，你议论朝政，探讨周全。是啊，如果朝廷失信，百姓失据，人心就会乱。这是我的误，不，这是陛下的错，不是误。